盆给热情民众。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出席大安区延期登场的感恩节母亲活动，抢攻妇女选票。年底台北市长选战蓝绿白争霸，最新民调显示，台北市民最支持的政党，民进党第一，民众党第二，国民党排第三。但另一份民调分析，台北市30岁到39岁选民的支持度，蒋万安下降3%，外传可能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卫福部长陈时中减少16%，黄珊珊则增加16%。陈时中下跌的支持度跑到了黄珊珊身上，蓝白差距拉近。最近越来越热哦，我想不只是天气，还有民众的热情，都让我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有热度。那接下来也会提出符合民众需求的政见。可能低手黄珊珊民调越来越高，蒋万安也与绿营养老鼠咬布袋，反再造黄珊珊跑轰。比赛还没有开始，每天在那边算票要干什么的？你一直在算票，我还是要强调一次，选民是人，不是票。选举的过程本来就不应该有太多的政治考量跟选票的算计哦。对我来讲，我就是确立目标，一步一脚印来争取民众的认同。蒋万安、黄珊珊隔空交火，让选战持续加温，也让台北市长萨卡都选战越来越有看头。华视新闻林婉瑜、陈志学、洪昭胜台报道。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